个板人物怎么画？我首先我们来给画出他的脸，画上他的耳朵和五官，我们来画出他的头发，然后我们给他画上衣服，然后我们来给他涂上颜色，给他的脸涂上肉色，给他画上腮红，给他画上头发的颜色，红色，画上蝴蝶结，给他画上衣领，还有他的袖口，给他画上衣服，然后给他画上裙子。像这样，一个 Q 版人物就已经完成了。